杨和苏晒健身照，刘聪教娃娃发声，娃娃与盖在玩蛋糕梗。娃娃近期放出了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录制期间的 Vlog，为了舞台上表现更好，娃娃一直在学习发声，刘聪还热心指导。尽管咱们聪哥经常玩尬的，但认真起来还是挺好的。那一定是出他给我包里翻译，再张开出。同时，娃娃与盖也在一起玩了此前的蛋糕梗。看来，娃娃与盖对于网上流传的蛋糕梗并不在意，特别是娃娃，虽然这段时间一直被黑，但心态还是很好。打包打一，改过改过。杨和苏近期也晒出了自己的健身照，不得不说，杨和苏这身材确实是好。不过，有网友在评论区放出了早安的健身照，尽管早安身材也不错。不过和杨和苏比起来，还是稍逊一筹。